VIPKid 成立于2013年的10月份，目前全球我们大概设立了9个办公场所。VIPKid 的全球化的思维模式创造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。我们对客户精益求精的体验，那持续让我们不断追求创新。我们的服务形式是全方位的，那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的课程老师帮助家长来预约他的免费的试听课，让他真正体验我们的上课形式。之前我们使用的是租赁形式的这种公共的云平台的服务模式，那么对于我们来说，它的稳定性以及功能的单一性是我们最大的痛点。作为我们一家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公司，以及我们对于自己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这个定位，那么这些需求是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。我们要建设我们自己的全渠道客户服务中心，以及基于 AI 的智能客户服务，那么我们需要像 Genesys 这样的厂商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。我们采用了 Genesys PureEngage 全渠道解决方案，其中包括 Genesys 引以为豪的路由策略、IVR 以及录音等产品，现在以北京为中心，在4个城市灵活组网，提升坐席的工作效率，提升客户的体验，把最佳的资源匹配给最合适的客户，是我们业务的核心目标。因此我们与 Genesys 之间保持了深度的沟通，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实施过程中的预测式外呼，以及我们正在深度沟通的预测式路由，和我们后面想要实施的人员绩效管理模块，都是我们希望能够跟 Genesys 继续合作的一些新的功能组件。VIPKid 的迅速发展离不开高科技和卓越的客户体验相结合，AI 教学、AI 客服、大数据分析、用户画像、定制化的课程，未来多渠道、多媒体的客服系统必不可少。建立良好的服务一共有3点。第一点的话是我们跟家长联系，第一时间联系要建立很信任的关系，就是让他感觉你很专业，去倾听他的诉求。第二点就是在家长报名过程中和报名后，要第一时间去为他做任何时时刻刻的一个回复，而不是报完名之后家长就不管了。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跟家长报名之后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，让家长成为我们的朋友，而不是销售和顾客之间的利益关系。Genesys 在呼叫中心行业是一家非常非常专业的公司，它的专业性使我们信服。Genesys 中国团队在方案及产品设计上满足了我们业务快速发展的需求。那我们的销售额和我们的成单率也随着我们的体验提升，带来了新的增长。那截止到今天为止，我们的课程体系已经可以覆盖0到18岁，那同时真正让小朋友成为世界的小公民。赋能教育启迪未来， Inspire and empower every child for the future.